政区，平均每一天会走过三个行政区。所以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之下，其实刚刚我为什么定格在那三张照片，大家可能没有仔细看，我也不想再回复了。我只想告诉各位，我们新闻处赵处长跟我说，秘书六六放假了，请因为鬓角为什么在发光？因为白头发跑出来。我们的摄影大哥也跟我说，今天市长的行程好满，照出来的照片，眼尾纹增加了，年轮产生了，要不要修片？也有很多市长的访客会跟我说，院长，你们要让市长去运动员一下，不然他小腹为主了。确实，这三年来，岁月在市长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痕迹，而且是对市民一个最好最好的交代。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认真，都是从市长那边所延续下来的。市长那么的认真努力带领我们的市政团队，所以我们的全体同仁，说真的，我们没有不认真努力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偷懒的胆量，我们更没有不全力以赴的借口。请各位把你们的眼光移到舞台的右侧，这三年来我们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我们总共获得了657个奖项，其中有271个奖项是特优跟第一名，各位看到的是三分之一的战果。这三分之一的战果其实也不过是告诉我们，我们努力有被看见，可是我们不会自满，我们也不会骄傲，因为我们的条件比人家差，我们只能够更加努力。这也就是我们常说，我们家的老板最喜欢叮咛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没有永久的胜利，只有不断的努力。作为台南市的最大的服务团体，面对市民，我们就只有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能够解释问题。所有市民的小事都是我们的大事，都需要我们去协助他们，这样才不辜负市民对我们的期待。尽管非常的困难的情境之下，尽管我们获得了市民的支持跟肯定，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挑战跟艰难。这一年来，我想各位在媒体上也看到了，我们碰到了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一些艰难的市政要去推动，很多的陈抗，很多的陈情，可是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去做了。我只想简单的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如果你可以发现的话，黄金海岸的沙滩已经回来了。我们的李孟燕局长用最好的方法去把我们的沙滩给找回来了。我们白河莲花用水水不足，我们的农业局许局长把水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莲花未来不会有问题了，我们的种植面积可以再扩大。今年老天爷的赏赐让我们的芒果盛产，它的量是过去的3到5倍，可是有没有供需失调？没有，今年我们每一颗芒果
们全体的总动员，不是只有农业局，大家分头的努力去行销。今年台南市的农业产值上看520亿，这样的成果比合并前多了将近100亿，这就是一个农民最好最好的礼物。我们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在今年我们有3样事情可以跟各位报告的：安平渔港的科架阻碍了我们的航道，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已经都把它清除了，现在航道已经非常的畅通了。在中西区的合作大楼已经是长期以来公安、治安甚至在防疫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困扰在那个地方。我们为了帮所有权人确保他们的权利，做了很大很大的努力，结果也得到所有权人的认同，于是不需要公权力帮他拆除，他们已经自行把它拆除了。如果您经过的话，您可以看到它已经是平地了。另外一个，我们基层国中要迁校10年了，可是没有办法达成。那我们在今年，我们告诉所有的摊商，他们的权利义务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没和他们协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如果是经济的弱势，福利身份没有的，我们也帮他去申请了补助。于是所有的摊商他们也是自行拆除，没有动用我们1毛钱的公务的经费。我们即将要在新沙哈利巴动土，我们金城国中现在1年级的小朋友就有机会在他毕业前到新的校舍来上学，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保障他的受教权。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是不怕老百姓有意见，他们要澄清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会努力的去沟通，我们会努力的去说明。所以包含铁路地下化的所有的可能的拆迁物，我们一样的一步一脚印的找到他们的家户跟他们沟通。相信不久的未来，这个重大的建设也能够顺利的动工。另外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很多长期已经留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果没有透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脑力激荡，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像学甲市场，如果原来他根本拿不到使用执照，刚盖好就必须要变成另外一个文资馆，那怎么办？市府在很快的时间内帮他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让他拿到了执照，而且也顺利的开始营业了。我们嘉里区曾经有1.5公吨的无主的骨灰，还有300多个骨灰坛被放在一个货柜里面，让我们的先人受到一个不好的环境。我们也在今年顺利的全部都把它迁移了，让他们能够非常的安稳。这些都是我们今年努力的。再来，台南市是一个很淹水前是面积非常大的地方，所以一碰到风灾我们就非常非常的紧张。今年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严峻挑战，有好多的台风，有好多的豪雨来临。可是今年我们的应变中心创纪录的开设到268个小时，但是我们创造了零死亡的纪录，我们也让我们的淹水面积大大的减少了。很多的市民都感受到了他已经免受淹水之苦。
这些都是我们一步一脚印、点点滴滴累积出来的成果。我们不敢期待市民在很快的时间就能够感受得到，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务实、踏实、确实地做出我们每一份的工作，这也就是公务员的最本分的工作，这也是市长那么认真之下所带领我们。我们真的天当两天用，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努力才能够回馈给市民，才能够符合市民对我们的支持跟期待。听得我讲这么多，其实百闻不如一见，声音也没有很好听，我想我应该到此为止，但是我要跟从这边带出一个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所谓的台南十八面三年看得见，请大家中央管河川清理疏浚累计共1346.5万立方公尺，
修整建工程约达100公里。一淹水地区陆续展开整治工程，计改善淹水面积达14000公顷。本月两淹水中上游治理工程，2013年底完成整治。学长华中桥是全台首座三拱提缆式钢拱桥，水岸出现新亮点。连接盐水溪出海口至乌山头水库的山海圳绿道，全长45公里，预定2014年底完成，为大台市民提供一座中央公园。建置水情监测系统，启用台南水情及时播 APP， 达到减灾灾治目的。捷运化公路运输系统正式上路，整合大台南三大公车业者，推出6条连接公车，结合这些公车各分为74条路线，便捷大台南。顶级60年的海岸路地下停车场，于2012年12月28日正式营运。福道一号两个交流道、大关交流道通路新建，以及分别于2014年、2015年正式完工。大关路及永康泰31号道路将同步配合拓宽至30米。台86线全线完工，让南区成为新门户。台84线学甲至埔里段通车，连接香屿海，持续推动台运11线全线打通，进入大台南三横三纵的健全交通蓝图。新建商务区道路49019公里，新建市区道路39482公里，新建桥梁共27座，无缝接轨大台南交通网。台南人口增加率南部第一，领先全国最早完成幼托整合。公司立幼儿园2到5岁学前教育计划，约有81343名幼儿受惠，补助经费逾17亿6000万。落实常态分班、校长公开遴选，保障儿童教育权，百人以上学校免学费、免费营养午餐，不费校并发挥在地特色，提升学童适性发展。延宕10年的新南国小气象工程，确定2014年新学年开学。首创在5米之外，如果地有与食欲，让孩子吃不健康、营养安全。教育成绩斐然，2013年教学卓越奖共获得3金3银，举国之最。2013年远见杂志调查，台南市教育运价市政排名永度第一。深耕在地新活力，辅导社区营造361处，通过农村再生35个社区，领先全国。鼓励年轻人返乡，培训266位新农人，为台南注入一股农业新活力。活化休耕农田，增加转作面积18904公顷，复耕面积全台第一。2013台湾国际蓝展参观总人数达到268000人，全球36国参与。3到5年内的外销订单成长为92.6亿元。合并肉品市场及农产预售公司，提高经营效率，推动芒果生产专区414公顷，协助设立凤梨外销生产专区，规划石斑养殖区286公顷，以及协助台湾雕养殖场取得国际 ISC 认证81处，占全球近1/2。台南也是全国最大的红毛产地，协助行销，创造农业新产值。绿能与生技产业全聚效应，吸引75.15亿投资额，共计54家厂商进驻，每年创造产值约132.89亿元。中研院南分院新设农业生技、光电资讯、人文考古三院所，决定扩展台南，展现台南科技实力。南科树果园区153公顷土地已售罄，预估吸引约2330亿元的投资额，提供16054个就业机会。柳营科工区、永康科工区创造811.69亿元投资额，提供4790个工作机会。运用大台南地区丰沛的纺织产业能量，内地举办时尚设计竞赛，吸引超过300件作品，培育国内设计人才。时尚社展现文化创意，台南也能成为文化时尚之都。积极辅导商圈再造，2012年购物节创造8.3亿的商机。观光资源为台南最具发展力及魅力的基石之一。月经古灯节带领大家访古和静谧的怀旧时光。一件书标艺术季入选交通部观光局台湾观光。
东山咖啡节实力流程，西拉雅业绩传承与保存重要文化资产，台湾医疗服务的水准全球第二，台南的医生人口密度全台最高，积极推展观光旅游。2013年获得亚太城市旅游振兴机构颁发最佳营销运动奖，安平获选为台湾十大观光小城，推出台湾乡村地活动，将台南独行国民资产特色形象的一览无遗。跨年三部曲，北门送夕阳，高铁空跨年，二遥看日出，等待看大台南观光新潮流。展望不退华，积极办理出彩活动。2013年办理超过190场次，至少提供32,974个职缺，初步门槛率达76.23%。招商陈某峰说，与七家重点日商企业签订投资意向书，而在全球招商方面完成4家日商及1家印度国际公司的投资意向书。2013年11月，台湾大武现场开幕，为首家进驻台日创新园区日商。国通路返乡投资计10公顷开发产业园区，位于返乡最佳镇里，成立劳动安全基金，保障劳工安全。2013年6月，全国安居乐业城市调查结果，台南市为我国唯一中榜的城市。打造温暖宜居城市，邀请花果山庄长、股东法师分享抱怨不抱怨，看见幸福城市对谈会，引起热烈回响。截至2013年10月底，县域产业金共核发43,287件，计3,8,590万元。65岁以上免费装假牙，3年来已完成装置35,447人，整体满意度年年成长，由2011年的88.4%到2013年的97.2%。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截至10月底计374处，已涵盖率达56.78%。行动医院服务全年无休，3年来受益人数81,053人，整体满意度达99%。秀阁楼门服务协助弱势族群就业，并建制3处服务中心，9处社区服务据点，以解决新住民各种生活问题。落实五品专案，2012年市区道路养护管理绩效好评全国第一名。成立145支社区扶持队，3年内建制治安监视录影系统1422处，经费达3亿7千多万，治安满意度连续3年获得6度第1。2013年内政部公共安全督导抽查，台南市安检相符率排名第1，落实防灾演习与紧急应变能力，获得行政院颁发灾害应变能力赛道王。充实社工人力，成立七区家庭服务中心，完善社会安全防护网，结合民间力量推动台南的进步，建立各领域职能网络，全市既有4万名环保职工，环保职工597位，观光保安解说员169名，从健检工坊出发，招募15名职工，其中环保局职工获得环保评选奖金3银3等奖，创下全国最佳成绩。社会局所辖职工达292队，职工服务时数达39,918小时，高居全国第二。为大台南创造环境美丽成果，结合民间力量，规划成功屋顶58处，好望角41处，新地各区公园25处，南营森林园区、东区、五路社区、龙山社区及嘉义公园，参加国际宜居社区大奖，获得1,400年统计，南营苹果园区获得永续环境方案第3名，展现台南的美丽风光。完成台南市凡尔赛宫的台南大会公园博物馆园区启开馆，2014年对外开放，将成为台南景观新特点。自行车路网为355公里，推出4季路跑活动，参赛人数超过77,889人。响应全民运动，举办全市联合运动大会，国际龙舟
线，以办理空中读书会。创全国之先，提供零岁到三岁幼儿阅读领带免费赠送，让出生宝宝从三岁开始培养书香人生。2013年6月，邀请维权律师陈光诚来台南进行一场公民力量对民主化的影响座谈会，与国内外人士分享台湾民主经验。2013年7月，是五级市议会组团出访香港，成功行销台南观光、特产、医美特色。2013年11月，美国与澳洲签订友好交往协议，创下中华民国直辖市与美国州政府签订友好交往协议之首例，也是我国地方政府与美国签订友好交流协议之最高层级。2年1度的台南国际民俗艺术节，更是市民与市府共同合作的国民外交。接踵而来的是2014年1月，将成功把2030年东亚巡回大展，台湾近代美术史的缩影，首站台南出发。国际记者会，台南政府经济。好，可以开始吧。对，我们就来实现梦想。因为我看见市政府现在所有的规定，就是台湾规定。毕业以后，我想留在故乡工作，贡献社会，因为台南改变我的环境。这三年来，我看到甲阮的心情，参我的团队咧推动前进。一方面，就先感谢咱今日主持人，让我再来个机会。同时呢，每一次的民调，让咱当今的这个团队上大肯定甲支持。另外，我嘛真感谢咱每一个对民进党支持甲支持，咱台南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都市。除了市民有这方面以外，咱的民间的团体，甚至宗教、公益的这团体，对市政拢非常支持，对市政的发展拢非常关心。一点啊，我嘛非常感谢。另外，我嘛要特意来感谢黄建伟部长，率领民间同仁。对于事情的感觉和支持，老局长真无简单啊！我咧甲算起来，差不多我伫外口一半的经验，局长拢陪我去，咱台局长说真多。局长为了协助事情的推动，就今仔日咱正好，但恁是要把伊的经验都删掉的，来参加咱今仔三场。因为伊个耐心啊，我若得到议会无分党派议员的支持，领导议会做出积极进步上个大的对，啊，我伫遮赞成啦，一定做得成。另外我嘛感谢咱市政府咱每一个团队，咱在前头拄啊秘书长所讲，每一个工作有注定。也是每一年的总动员，真正无眠无日啊！日时拢在上班，暗时啊，点点啊，还搁伫办公室里上班，甚至连伫外口啊，伫解决问题、解决状态。无假日啊，咱也免办无假日。你发无假日，我去参加地震活动的时阵，就注定一定拢袂动啊，因嘛无假日，甚至也无假期啊，嘛无假期。我看到过年时阵是大家踊跃，但是一寡公司，讲竞争中、文化中、观光中全面倒闭啊。风台大的时阵，人讲风台大，但是水利中、工务中、环保中，相关的公司同款搁倒闭，这个行业就是这款，无名无实啊，无名无实，无价值啊，无价值，拢为了钱。大家全民都有，啊，因为这款的心啊，这款的
化名，所以咱的主管相对其他的其他事来讲，较不足、较无够，但是咱的市场的信心一直啊拢维持伫伊的第一名。咱就是请各部台湾的团队，咱拍起来好啊！咱团队这样子下，四年团队。谢谢咱国会啦，啊，谢谢咱国会。各位讲，那我们暂时也是布纸，也是民间团体所做的，市政官员都第一名，是市长个人啦。但事实上吼，大家来详细去来了解，市政个人官员都了不起是占30%，其他70%是每一个局处的行政，经过客观的数字的评价了后。所以你看，三年就657个奖，这不是真简单，吼，这不是简单，是大家无计无计所拼出来。我伫遮来甲请报，吼，这个团队无予大家失望，这个团队无辜负啊，大家对阮的期待啊。啊拄啊，秘书长在讲起，吼，讲我的鬓角花白，也是讲我的。比较多了哈、啊，其实这种应该哈，每一个人拢会必要的啊，每一个人本来拢会惊用一条路啦哈、啊，人生自古谁不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如此而已啊，如此而已。今天是把这个账单好做回交代好啊，这对我来讲，这是人生的贡献。最大的光荣，一旦推动，怪他们的会余委的增加，是因为推动市政，这嘛是一个公益的标志啊，这嘛是一个公益的标志。啊，你一般秘书长答他，市长，为什么你的每一张照片拍起来的肚子都是皱皱的？啊，西装的裤子拍起来不皱皱的？我讲的完蛋了，我西装不是这样西装，我西装是工作服。每天去跑那么多行程啊！啊，因为秘书长讲了，我真的吼，并且啊，刚到那边去，我就要先走，看不消。今天跟你想不消的，我那是真厉害啊！哦，我是真厉害。一早啊，我们市民听讲，市民啊，你跑过去，那就是先走，对吧？差不多啦，差不多了啊！我想，我开始听听啦，后边那个主持人讲没错，确实会紧张。啊，不过呢，我来用轻松的心情、欢喜的心情啦、感恩的心情，啊，继续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这个事情，我来带领市民进步。上一集伫个这个所在，我就有一定时阵，我有讲起，来市民报告，吃饭方便话是我担任市长的核心电台，我要给咱台南市民会当充分尽量。我们的企业有机会有安居乐业，所以我们这一点是一个目标。我们团收工高级新城地盘的城市啊，还有外国的路，为了变落实这四个目标，我们台南市政府把这一点十大期间变为每一年都检讨改进，希望我们全部都落实。这三年来的成绩，3年18天看得见。手势是这样的，18天3年看得见啊！啊，不要看那个新闻上一话，我提醒啊，叫咱大家提醒，叫咱在座各位贵宾啊，各位各国在场啊，来啊，表示啊这款的关心，我会坚持，继续坚持，坚持坚持，会继续坚持，用心对待，我们共爱，会继续坚持，因为。该言则言，该行则行，把钱花在刀口上。哦，我也继续坚持，叫好就是。我咱台南市真正是一个温暖的都市。扩建以来，昨天是我用扩建以来动算台南市市长。今仔日，我们邀请大家共同接下来迈向2014。
2012年的时候，2011起做电源电缆，啊，2012开始电缆，很不容易啊，我们得到台南各大学、各个大学啊、各个民间团体啊，还有议会在一场的支持，我们争取到低碳示范城市，所以我们是低碳的。那今年2013年，我们是公共运输元年，我们的运载量比去年增加了84%啊，六条干线公车、74条支线公车都已经全线开通。那今年、明年，我们把它定位为创意产业年，我们希望用产业引导创业，也希望用创意厚植产业的基底，这样的目标共同来努力。总共有六个明年的创意产业里有六个要项六个要项要实现。第一个是打造台南文创大道，感谢陈秀陈老师率领专家团队对台南市的指教。我们要从火车头非常好连贵拱山沟、拱建沟到门口岸边，打造一个台南文创大道。没错，转台湾台南七星金堂路立足文创大道。另外呢，我们要利用台南文化古都这样的优势打造多个台南的创意亮点，包括林百货，包括爱国富人馆包括这个司马院，包括许许多多的我们的古迹历史建筑。另外呢，台南市政府也会设立创意跟产业联合沟通平台。那我们台南市的联合沟通17所大专院校都非常支持创新的教育。我们光拿这个匹兹堡这个德国匹兹堡美国匹兹堡德国的文报，还有瑞士日内瓦三大发明奖来讲，我们过去3年得到的金银铜总共有170位，是全台湾最好的。那台南市有这个责任来联合这些创意跟产业结合。另外呢，对于好的创意作品，市政府会设立一个机制来补助。那未来呢，我们台南市政府责无旁贷，要协助这些创意商品的行销。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还要公司协力、产官学研共同推动创意产业，让台南市的文化这个资产能够有价值。另外，对于2014年，我们还有其他25项的重点计划，我一一来跟大家说。第一个是扎根三期棒球，巡回台南的棒球文件。那少棒、青少棒、成棒青棒少棒、青少棒、青棒，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扶持的重点。那我们在都市棒球队找到张文忠先生担任总教练之后呢，这一块拼图就已经完成。那我们也会在明年积极打造亚太棒球训练中心，让台南市的棒球运动重回曙光的历史，也一并带动台湾的棒球运动的发展。棒球亚太棒球训练中心不仅仅得到国际棒球总会的理事长的支持，他愿意担任我们的首席顾问以外，他也已经把 IPF 国际世界少棒赛连三届要在台南市举办。未来这个亚太棒球训练中心也是会用来欢迎国际的棒球比赛，包括日本、韩国还有东京的比赛场地异地训练，这个也可以推动台南市的观光产业。第二个呢，今年是公车捷运化，明年呢，我们是运转大台南，我们总共有17个转运站要陆续开动，包括市政府所推动的善化、麻豆、保安、光庙、保安今年已经完成
另外呢，也会补助日立业者来完成新营、新化、嘉义、白河，还有御景园。另外其他比较大的，我们就用 BOT 的方式或 RT 的方式，包括安平、安义还有民生、台南、平石、开元等等新营的这些都可以用作BOT 的方式来解决。另外，刚刚秘书长有特别提到，影片里面也有，我们有这个三台军兵道这一条，连我个人都非常期待。从乌山口水库一直到四朝的出海口，全长45公里，涵盖的流域面积225公顷。未来呢，我们可以从出海口一直骑脚踏车，也可以用上路的在这个路段一直到乌山口水库，会经过安南区的历史文化部落，也会经过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也会经过新市。住在台南市市区的民众，他可以骑他的单车到南科上班。南科的管理局跟公司都已经答应来支持，未来在公司里面他们会设有一间来配合这个工作。那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我们除了推动落实低碳目标以外，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治水能够一并达到治水、净水跟清水这样的目标。另外，明年各方所询问的，到底什么要什么时候要开工的，台南都会公园、博物馆、纪念馆，明年就要正式试营运，预计每年会有1-2万的观光客大概5月份的试营运。到年底之前就可以全部正式营运这个我们要感谢奇美实业的创办人徐鲁先生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另外，治水物理治理最基本的工作，我一直认为提供给市民安全的生活环境，这是市政府责无旁贷的事情。那在我们今年在经过3年来的治水，已经收到成效，包括永安保安工业区、仁德工业区包括这个永昌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淹水，或者是已经大幅改善。在明年雨季来之前我们会再完成40项的工作未来呢，每一天24小时下雨量超过250公里，台南市就不会淹水那我们预计明年会再减少14000公顷的淹水面积。那通烟也是我们明年工作的重点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台南市是一个老化的城市全国65岁以上的长辈平均大概在18%左右。台南市已经到12.02%188万多的市民有22万多的是年纪已经超过65岁，所以呢，怎么样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我们当然要鼓励生育那我们要协助他们解决多益的问题。我们要把空出来的学校交给这个保姆团体，但是。给他们使用 BOT 也好 ROT 也好，提供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更有计划来照顾这个16人让台南市的职业妇女有机会赶在生产后单单共识来谈。另外呢，学校的教育人口越来越少学校的学生人数自然而然越来越少，但是呢，我们希望学校的特色越来越多元，这样的价值是不会改变那我们会注入一个元素，就是公办民营国民教育法制化，让民间的力量可以参与兴办教育事业，也可以引进民间的力量来充实办学的活力跟弹性另外一个当然是落实实现家长教育选择权。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民间的团体可以来经营公立的学校，也可以让学校有机会，台湾市的学校有机会成为森林小学或其他多元的学校，啊，这样的目标。另外呢，台湾市是一个文化首都，我也认为它应该是一个书香的城市啊。所以我们在落实图书馆的建设，或是图书的充实是不遗余力啊。那我们除了今年啊，学校图书馆的成品化完成以外，包括土城图书分馆、东区图书分馆也都已经完成了。在明年呢，我们在今年还要动工啊，这个月份会动工，南区图书分馆啊就要动工了。我们在明年也会开始规划图书总馆的工作啊，让台南市能够成为一个书香的城市。另外，安居乐业啊，还是要招商，招商的王道还是工业区的。那是工业区的开辟，我选择不另外新增农地啊，或是新的土地，而是把过去没有做起来的工业区把它完成。啊，其中我举三个啊，范围比较大，包括七股工业区啊，大概123公顷左右啊，麻豆工业区，还有新竹工业区。总共预计可以增加这么多的产值啊，我想大家可以看看。另外包括学甲、东山啊、白河啊、江这些通通都是我们国化的目标啊。另外今年也很难得啊，要感谢华航董事长的支持啊，愿意从台南飞到香港之后，7月18号只有上班，从这个月份开始。已经是五班，一个礼拜三班跟一个礼拜五班。那明年开始，我们希望能够每日都有两班。那台南机场跟香港机场直航之后，有很多香港的朋友来到台南，过去享受台南文化氛围的城市景观，同时呢也享受台南市有三个国家公园这样的生态环境。然后他们也很喜欢来吃台南的美食啊，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陆续强化啊，我们也没有放弃，继续争取，包括飞新加坡、飞中国大陆、飞日本的这样的航线。那安平港在今年已经成为自由贸易港、自由经济示范区，一改过去只能做水泥跟砂石输入港口这样的恶名。下一步呢，就是要招商跟直航啊。那目前的直航已经有着落啊，大概明年这个轮船就会从安平港到厦门啊。那我们希望啊，这个总共477公顷的安平港，扣掉水泥277之后，还有200公顷的用途土地。新营美术园区，我们在明年有个落成。那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术园区啊，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啊，一些建制啊，大致上已经完成啊。明年呢，我们会持续落实。那大家期待中国城的爆破，明年刚好就是10周年了。我希望这个当作庆祝的鞭炮啊。把中国城爆破打开到底来，呵呵。中国城为什么要爆破要拆除？因为我们希望站在中正路就可以看到漂亮的夕阳。我一直认为，如果我花17亿元把中国城的产权买回来，把它爆破。只要是你一生啊，可以在中正路上看得到一次安平的落日余晖，我认为就值得了啊！我认为是记忆就值得了。那那个解决之后呢，那个码头啊会恢复，然后让运河跟安平港连接在一起，带动台南的观光产业。这个明年的爆破，今年已经拆了很多大楼。
你已经猜得很棒，明年不要猜。中国政府啊，那脑袋来打，打的到底哪里啊？海岸路，我为什么一直不同意瘫痪再进来，或是在做一个夜市啊？因为是我们有更好的规划啊，海岸路有更好的规划，我们要找回海岸路的故事，把海岸路还给市民，它应该是一个文化廊道跟这个文化的空间啊，这部分呢也正在进行啊，预计明年啊计划就会出来。另外九分子从化啊，这个是低碳的示范社区啊，这个地方多方期待，大家建乡要来这边来啊，啊这个所有按照低碳自治条例的目标在建设。另外我们会持续跟地检署合作，推动清廉清正的工作，然后我们不仅仅在招标的时候要做到没有弊端，招标之后的工程师做我们要跟地检署合作，让每一个厂商施工的时候都没有负担没有压力，那这一部分呢会跟每一个得标的厂商讲啊，有任何问题跟市政府跟地检署反映啊，你们的责任就只有一个，逐起逐止完工，所有不当的压力就交给我们跟地检署检察长一起来帮你们解决啊，千万不要屈服，屈服工程品质就不会好啊，我在这里做重大的宣誓。想听谈谈听，该节省就要节省，
另外我们也会持续招商啊。我一直认为哦，连台积电张忠谋董事长都看好台湾，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看好啊。连张忠谋都喊台湾第一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喊台湾第一啊。啊，这样就叫我们自己啊，电竞啊，台湾的电竞啊，台湾的电竞啊，明明都做前操嘛，都拍一两片菜，讲一两片腰嘛，明明台湾的战略好。这真客气，啊！咱就赢人无吼，再跟咱比比美。我甲大家报告，张忠谋董事长跟台南第一，我们就是台南第一，就是台南第一啊！大家有这个信心啊！最后，最后哈、我们当然没有例外啊，一些文化的精彩活动，我们会持续举办啊，包括相当有意义的全国设计障碍运动会。今天许崇生医师又在场了哈，你知道了啊？这个是我们来办这个，还有台湾国际展10周年啊，那刚好。然后呢，台南艺术节我们会持续举办，全国社区大学研讨会啊，另外还有台南国际艺术节啊，这是陈南山之前才开始，我们持续啊，2年1次的国际艺术跨行业，这些我们通通都会一起来举办。也花了不少时间了。最后，是我们团队将继续啊，签约继续售价，也会持续坚持经营、行政、传承、创新，也会持续努力为民谋福啊！希望跟大家一起合作，展望未来，迈向2024。谢谢大家。辛苦。